通常一个 show 好闷或者唔好睇，啲观众先会叫回水噶。不过黄子华嘅 fans 就好特别啦，回水对于佢哋嚟讲系代表支持咁解啊。所以呢日子华为栋笃笑拜神，啲 fans 一见到佢就大叫回水。观众期待嘅栋笃笑呢日终于开锣，子华下午率先喺红馆外拜神，祈求一切顺利。睇落瘦咗嘅子华心情大靓，仲同在场粉丝挥手倾偈，真系不愧为子华神啊！由售票时掀起全城抢飞热。金盘朗口啦，有得嗌就好嗌啦。子华神都讲过，呢一次栋笃笑就会系100%香港，所以一开场就话今日喺香港做艺人系几咁困难。我的意思即系呢一场唔好睇，唔系咁。正確的講法是要回水。